那么年轻的时候长什么样呢？应该是漂亮的。没关系，现在呢，他的第五代外孙女。 在世人面前展现出她的雍容华贵，真的。来，我们瞧瞧，哎，下一张。好，这就是她的第五代外孙女，叫叶赫那拉舒红。因为慈禧太后她的儿子同治皇帝呢，并没有留下后代子孙，所以这是第五代外孙女。可是干哥，我觉得坦白说，我觉得她没有慈禧太后本人漂亮。哎，神韵上虽然有点，我有同感哎，对。 还是慈禧太后比较漂亮，对，她的眉毛，她这个照片有修图啊，这个有修图，这个呢原版真的是挺漂亮的。